一房讲紧299尺，27平方啦，讲紧一个好实正嘅间隔。入门就一个木门，然后就电子门锁，呢边就有啲橱柜同埋一个入门柜，然后一个长厅啦，2米4阔同埋4米3嘅长度，个厅都几好用嘅。最主要佢特别少少就呢、这个，俾个 video 你哋睇。打开张台之后，台面增加咗1倍，厨房就 L 型嘅，台面就唔算大。上面都有啲陈架同埋镜柜，收纳量就好多。用 Mila 嘅电子炉，呢边有个洗衣机。行到厅尾，推开堂门就有个露台，27尺，够晒阔落嘅。同埋你见到佢系用圆边去框边嘅，睇上去就比较高级少少。然后呢度就放咗一部冷气机分体器，整体嘅空间系够嘅。厅摆位上都要考少少心思嘅。呢个系一个趟门，主人房都系2米1同埋2米7，落地大玻璃，佢有个电动帘啦，望出去低层就协调。调度之后就商业大楼，最后就狮子山景。再转过嚟都是一个趟门的设计，就好悭位。呢边就是浴室，基本上成色嘢就好鬼靓仔。T 字型的布局，尽用浴室的每一寸空间。一房现时的入场价588万，似呢啲单位你有冇兴趣呢？